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我刚刚应该用比较痛这边的剑齿来打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下雨嘞，完全视线超差啦、啊！这样要是没有那个指示路的方向，我一定迷路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我好像迷路了。啊，我被山困住了。要擦，嘟嘟嘟嘟，好，今天的雨也是很大，大概有像这样大，甚至比这个还大，搞不好有。看到了，破坏者。破坏者还好。这附近没有可以让我躲的吗？有，蛮笨的，这次掰。终于快到了。I'll tuck that away. 追踪者，这边也有追踪者。核心者怎么都是遇到一些其他的。死掉的核心者。Stocking up。死掉的，那我刚刚干嘛要躲嘞？原来是死掉的，还都生锈了。好，时机没有我要的。我要的，不过这边好像有一整群的机器，先走，先走。实在没有很喜欢像这种丛林的地方，感觉到处都是虫，最讨厌就是虫。这边有人类。伤
人之类的吗？哦，商人，你怎么会卖东西卖到这边来啊？而且还是个妹子，真猛哎你！覆盖。我觉得这附近应该会有第二只，应该没有那么单纯只有一只吧。真的假的？就这么一只哦？我还想要看你跟其他只打架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来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们两个打。我知道他是墙上，他们就三人。那毫无意外的，我得到了胜利了。有我这么优秀的训练师，我的神奇伙伴一定是最厉害的。That got their attention。那我得杀了他。抓一只巨齿兽就行了。是，会有这么多吗？会有这么多巨齿兽吗？啊，那边还有是不是？那个是吗？是。好，很好。你好快放生，不行啊，我要杀啊！千鸟大只本来就喜欢欺负无辜小动物，虽然说打这种大怪物，不过那任务基本上就是……我哪有喜欢欺负无辜小动物啊？我有这么坏吗？我在你心中的印象是这么过分的吗？干嘛这样子转来转去？我很怕呢，我怕被你发现呢。固定路径，哦，这么短啊？那你呢？覆盖，打架喽！绝去剿灭狐狸，干嘛这样？这不一样啦，这毕竟这么厉害的机器，对不对？可以拉牛过来给他打，你没有看这边？这打不打？也这么多牛。
能力来说，他真的是很强，一次打这么多，哇！还有两只，加油，打掉他们，最后一只牛。这太狂了，你既然都要杀他，干嘛成为朋友？这样最坏。其实我没有跟他成为朋友啊，我是控制他的。毛毛说哪一天睡醒发现熊肝已经被割去一点，太可怕，不跟他睡。喂喂喂，不要乱讲啊，我哪有这样？ Never know when I might need these. 啊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哎，我的电线呢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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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着想，我才没有这么恐怖嘞！不要乱讲。最后是清野者，为什么我一定要跑到这么远去收集清野者？这附近都没有，怎么这么有病？可是刚刚不是这边有标记有清野者吗？我不要相信他，我相信我刚刚看到的。我要去下面看，我觉得下面应该可以找到我要的清野者。找到一朵金属花。为什么那只？我还没有跟他打过。他好像叫暴风鸟吧。守势者，
鸟在这，好像不是这样走上去。发现萤火。How am I getting up there？ 哎。怎么上去啊？那边上不去啊！呜、哦，当然不可不提熊脑。不过不知道萌萌熊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。不要了，这样我就没有萌萌熊了。就打吧。哎，刚刚那只嘞？好，在这，在这。一痛，为了预防万一，还是通通宰了好了。哎，打歪了。千鸟会不会想玩一样以暗杀为主但应该也可以的狙击之神四？我还蛮想玩那个的。其实啊，长颈都跑了，又要等一圈了。好吧，等吧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